壮兄弟们，旧狗看得有点腻了是吧？别担心，辉哥今天我呀要控制狗子来推箱子了。那这一关对我来说非常简单，我先把单独的箱子往左边 L 型箱子上这么一靠，我然后蹦过去，然后往右这么一推。失误！除了吹牛逼，什么都不会。刚才是我操作太快了啊，这回我学精了啊！靠住 L 型箱子之后，不要跳过去，直接推着箱子走。你别管这个事儿它符不符合物理规律，能过关不就行了呗？这一关是要把箱子推到最右边，不要慌，我如果傻乎乎的推着两个的箱子，它绝对会掉下去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跳上两个箱子，然后头顶三个箱子将它调整到地面上，这样再往前推，我不就下来了吗？哇靠，你在搞什么？哎，别急兄弟们，刚才是我玩脱了，这一次还是利用同样的方法，先把三个的箱子调整到地面，然后再去推两个的箱子，这不就过关了吗？刚才我只是在搞节目效果啊，哦，绝对不是我猜，兄弟们，绝对不是。我说狗哥，你头顶这么多箱子，真的不累吗？你管呢，你这是多管闲事呢。行啊，别看这关的箱子很复杂，但是我绝对能一次过关。信我的就支持一波，来个长点赞，强烈推荐。过关，上赞。哎，这一关出现了两个狗子，看来需要配合才行呀。好叔，让我去找个人来帮忙。小伙伴们好呀，绿儿姐姐来了。我是小蓝，她是小青，听我指挥开始过关。我先跳下去，让我把箱子推过去，然后呢辉哥？好像跳不出来了。小伙伴们，这么坑的辉哥，咱们是不是要发电摇嘲讽他一波呀？听我指挥开始电摇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兄弟们！刚才被玉儿嘲讽了一波，我不跟他玩了，我自己来，必须证明一下我的游戏实力。先控制小蓝顶住这个凹字形的箱子，然后跳上去，推着小青往前走，把他推下去之后，小蓝踩住他的头，然后我控制小青往前走。好像不对哈，那让我看看怎么走哈。先让小青跳上去，然后再控制小蓝将箱子顶上去啊，然后我明白了，让小青跳到箱子中间，把箱子带下去，再让小蓝上去，小青往前这么一走，这不就过关了吗？来，兄弟们，在评论区发送闪耀狗，解锁这个全新的隐藏表情，就可以为辉哥加油助力。Nice， 这关太简单了啊，我绝对能一次通过。啊，我脑子抽抽了吗？怎么把他推下来了？你是不是脑袋有泡？但没关系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手抖了。先控制小青来到左边，然后让小蓝把箱子推下去。我说小青，这绝对是练过铁头功的哈，这都没被砸晕。好，那小蓝推箱子到右边的过关点，然后让小青到下一个过关点，最后小蓝推着箱子到终点，完美过关。你可以啊，小子。来，小青往下跳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呀呵，你不听我指挥了是吧？小蓝，过去帮他一把。滚！你个狗！过关点在右边，但现在的情况好像过不了关呀。但是你们先别着急发电邮嘲讽我，让我再试一试。还是先把小青推下去，然后让小蓝推开 L 型箱子，顶着箱子往前走试试，跳上小青的头，然后再让小青跳上小蓝的头。哎，有戏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快成功了。让小青推着单独的箱子到小蓝旁边，然后我这么一推，这不就成了吗？最后让小蓝往左边冲锋，成功过关。关卡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，箱子的形状也是花里胡哨的，不用怕，这能难倒我，看我这么一通操作。没关系，再看我的操作。最后看我一遍操作。狗子，你听我说。菜逼，你别跟老子抢话。于是我研究了那么一小会儿啊，终于是找到了过关的方法。卡在这里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反复观看。其实这关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把箱子组合成 T 字的形状，然后让小青推到右边的过关点，之后让小蓝跳到小青头上，把小蓝这不带到左边，这样不就过关了吗？小伙伴们学会了没有？下课。